直白，看到吗？直白，吹风筒。阿红，我们的那个阿红不响了。最后一个最贵的，嗨，我是凯恩，今天我们要来开箱喽！噔噔噔噔，直白，看到吗 ？ZHIBAI， 直白吹风筒。我昨天曾经开箱过，过了这样子我又回来了啦。而且今天一来就有两款吹风筒，就是青色版本的平价版，198块 ，HL350， 另外一个就是高级版红色的，898块 ，HL906。那这两个吹风筒到底有什么差别？直白到底好不好用？吹出来够不够直，够不够白呢？我们去测试看看。那首先我们第一步就是来看外形，女生买吹风筒一定是看外形的。HL350青色版，它不是难看的那种青色，它是莫兰迪的那种藏青色，磨砂材质，整个拿在手上面是很轻的，567g。出风口是很像万花筒的那种网状型，不要问我为什么不是像戴森那种镂空，因为戴森买专利嘛。后面排风口是蜂窝网，可以看到里面的风扇的哦。手柄上面有两个把灯，一个是上下推的 on off 一号风、两号风，一个是按钮，按一下冷风，按一下热风，还有颜色灯显示听。HL906红色版，红酒色咯，同样是磨砂材质，比起刚才青色的更有分量，摸上手更高级一点。就连出风口的金属也是有点红酒色的，背面就比较特别啦，圆圆的实心金属，有一点尖边色的哦，你看不到里面零件的。button 呢就在桶身，左边是风量，右边是热度，中间你长按就变成冷热风交替。手柄的话就只有 on 跟 off button， 来个5秒钟外形对比吧。OK， 接下来就到了直白吹风筒终极 PK 赛，我们一共会进行4个测试，分别就是风力、热度、噪音，还有便携性跟手感。Happy birthday to you。OK， 我们现在就要来 test 风力，因为一个好的吹风筒，风一定要够 strong， 还要够集中，够。点蜡烛 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哇，很浪漫呢。大家不要在家玩火啊，姐是有练过的哈。大火，哎，我们的那个阿拉会响吗？假的，哦，烧空了。哎呦 ，Oh my god！ 普通吹风筒，三号风最大风啊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。柚子，青色三号风，算3秒啊。1、2、3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七只，我卷下哎。红色版三号风 ，Go， 1、2、3。为什么最后都细了的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，而且为什么中间没有细？其实它已经后面那个都细掉了啦，这个还会用死灰重燃。这个环节的风力排名就是第三名是普通吹风筒，第二名就是青色的直白吹风筒，第一名就是红色的直白吹风筒，掌声鼓励。这边红色的它风真的是很大很集中，这个红色它里面其实用上的是100000 RPM， 也就是每分钟转速高达100000的意思，所以证明它真的好大风的。第二个测试热度，快不快升温，热度均不均衡也是很重要的。Woo!
个水一直在这飞奔在我身边，就是水啊。很快，2分55秒，很快，我整脸都是水啊，一直喷，一直喷。不是放一号风来的吗？一号风来的最少风，然后我们是放最高热度的。那它就是三个里面一号风，但是又最强力的哦。实验结束，有没有被这个红色的这个吹风筒哦，它那个热度跟风力被 impress 到我？这个要跟大家讲一下，这个直白吹风筒这两款都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哦，就是还有这个冷热风的 button， 这个 button 你按了之后呢，它就会冷热交替，一直重复，你不需要一直按着的哦，你只要按一次，然后它就会一直有冷热风。比如青色这一台 HL350， 它的按了之后呢，它是会热风5秒，冷风7秒，这样子一直重复。而红色版这个呢，按了之后，它就会冷风5秒，热风5秒，一直重复同样的东西。这样子的话其实很好，因为有冷热交替哦，你就不会伤到皮肤，比较温和啦，而且你也不用一直按住，手也不会勒咯。但是这边要跟大家讲，只有红色的是可以调节温度，青色只可以调风力罢了。好啦，我是没有什么量声音的仪器，所以我决定靠我自己的耳朵。OK， 我们现在开始测试吧 ，From Nobody 开始，给大家听声音啊，我开最大风。下一个，青色的，最后一个最贵的。OK， 总结一下，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一台普通的吹风筒，它声音容是比较巴利亚一点的声音，真的就是哇这样子的。然后至于这个青色这一台呢，它是比较同一个频率的。那至于红色这个，我真的一定要称赞一下，一开始是从非常高频率，然后慢慢又变成一个中等频率的，你 feel 到，你从声音就可以听得出它是很顶的，比较贵啊大气一点的，有没有？那至于便携性上面，我个人觉得这两台的那个大小啊是差不多的，重量也差不多，青色是轻一点点啊。然后两个哦，同样手柄这边是不能凹下来的。至于手感方面呢，虽然红色这一个是比较重，但是我肯定是选它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看它的头哦，这边是比较小的，这样子吹起头发其实是比较符合人体工学的。至于青色这一个呢，就是你看到它头这边是比较长的啦，然后手柄这边哦，又轻又比较细，你看它真的是比较细的，所以当你拿上手上面，你会 feel 到它有一点会一直往前垂一点点，垂一点点那样子的 feel。好，总结来讲呢，直白吹风筒其实还是蛮好用、蛮值得入手的，无论是风力啊、热度啊、冷热交替，还是便携性上面都很好，也是属于性价比的。那如果你是budget允许的话，我肯定是要推荐红色这个 HL906。那如果你是不想买那么贵的话，你就拿这个轻松。想买的话呢，你们可以去到 www.bigwarehouse.my 购买，这样我会在 caption 里面放 link 给你们，你们想要也可以自己点进去买给你朋友也好，买给自己也好啦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，喜欢这个影片记得给个赞，然后分享出去。我是可能猜猜见，拜拜。